是马偕医院外开设户外筛检站，模拟市民确诊时的应变处置流程。另外四间医院，台大、国泰、国军和南门医院，也针对各自负责的流程，模拟六个情境进行防疫演练。新竹市长林志坚和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都到场参与。病毒是兵分两路的，一个是从心理战，一个是生理战。那在心理战我们是很容易被击溃的。我们的这种呢是未战先败，未战先败。所以就是说，在这心理的建设是很重要，大家都是一起的。目前新竹零确诊，而新竹市五大医院在今天早上九点进行演练，让整体的医疗团队都先做好准备，防范未然。陈时中强调，大家要谨慎小心，不要紧张，更不要恐慌，在医疗上做地方垂直整合，再和中央一起做水平整合，让大家一起度过这一场战役。